好吧，我们一同站立起来。你找到三个人，今天神喜悦你，平安要赐给你。您站立起来，找到三个人，对他说：神喜悦你，平安要赐给你。Monitor 可不可以多一点点？这边有没有 Monitor？ 没有 Monitor。好，我诚挚的邀请您到台前来，尤其是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诚挚的邀请您到台前来。今天你要竭力的来赞美神。弟兄姊妹，来手拉手拉着你旁边的人，到台前来说：圣诞快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台前来敬拜我们的神吧。我诚挚的邀请您到台前来。今天是一个喜乐的日子，许多得救的灵魂在我们的当中。路加福音十五章有说到，在这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得救，在神的使者的面前都要如此的为他欢喜快乐。所以今天不要只有看我们现场这些人哦，天上天使天君都在为你欢喜快乐。阿们。好吧，待会我们要来开口说：主啊，谢谢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要来竭力的来赞美你，我要拍手赞美你，我要称颂你的作为，称颂你的奇妙，称颂你的荣耀。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地上就是你所喜悦的人，平安就要赐给我。阿们。好吧，我们竭力的来开口来赞美，让你今天你的口为着神来打开。好，来，我们一起开口的来赞美，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谢谢你。在特别的日子，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你，在这地上平安要归给你所喜悦的人。主，今天我们要来竭力的来赞美你，我要拍手来赞美你，我要扬声来赞美你，我要跳舞来赞美你。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中有个大好的信息要给我们，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降生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来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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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的拍掌三十秒，尊荣归给我们的神。大声的拍掌来归给我们的神，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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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欢迎你！荣耀的王要进来！哈利路亚！高高的山的马。
祝你圣诞快乐和
今天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阿们。今天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敬拜他。好吧，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台上的弟兄姐妹来敬拜耶稣。我们欢迎你，我们欢喜快乐在你的殿中。这是耶和华锁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锁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神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跟着我们的舞团一起来跳舞，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神，哈利路亚。这是耶和华锁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锁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造这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
圣诞节是属于耶稣的日子，圣诞节是属于耶稣的日子，圣诞节是属于耶稣的日子。哈利路亚！主，我们高举你，荣耀的王，我们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欢迎，耶稣，我们欢迎。神的荣耀，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欢喜快乐，所以每一天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怎么样？跟隔壁的说，每一天我都要欢喜快乐。再跟另一个说，祝你新的一年每天都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今天也是我们受洗的日子，我们受洗典礼的日子，很高兴。好，今天我们有知道几位吗？我们今天有28位弟兄姐妹要受洗，给神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啊，当然我们不是看人数，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神会把那个得救灵魂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阿们。所以跟隔壁说，我们要尽心尽力传福音，我们要做一个快乐的家人。好，今天这20几位新家人就要进到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快乐吗？感谢主哈。好，那个我们受洗，我们当然再讲一下。有人问我说，我们不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怎么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好，那为什么还要洗呢？啊，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为什么还要洗呢？好，来看我们的 PPT 来。所以来，我的 PPT
啊、哦，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可以啊，可以，可以。好，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可是我们还是要洗，因为圣经要我们洗。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洗。第一个是因为主的榜样，耶稣有没有受洗？有哈，在马太福音我们讲，耶稣跟约翰说：“你且许了我，因为我们理当怎么样尽诸般的义。”这义就是人跟神、人对神之间的理。所以，我们耶稣既然成为人，他就该做到成为人，就是要受洗。哈，那他因为他也全然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提到，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神的义。啊，这是耶稣对我们做一个最大的榜样，一个模范。他是无罪，他愿意为我们受洗，因为他成为人，啊，他成为我们尽诸般的义，所以我们也应该当尽诸般的义。好，下一章，第二个，这是主的命令，啊，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他的命令，对不对？”然后，那他也提到，他要我们去，大使命的经文大家都知道，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还是要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他的命。所以今天我们在为什么要施洗，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爱他，而且我们去不只是把福音传给人家，而且要怎么样为他们来受洗。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受洗。在最重要是我们要与主来一同认同，认同什么？这个喜是跟神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罗马书六章那边大家可以回去看，因为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什么？他的死。那我们当我们进整个受洗的时候，我们会有浸水，浸水下去的时候就等同跟我们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了，但我们从水中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跟神一同复活了，这就是他这样子的含义在这当中，这是我们要认同，我们过往的罪都是跟主死的，我们再次起来的时候，我们跟着主一同复活。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在公开的见证，就是公开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偷偷摸摸的，我们是大大方方，我们要公开给世人知道的，公开宣告认同基督信仰，并且表明怎么样我们归入主的名下，永远的跟随，这是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宣告。受洗我跟神立约，也是我在众人面前做一个最大的宣告，宣告我是属于神的，宣告我是归入主的名下，宣告我是永远跟随主的。圣经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所以是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信，信了之后要受洗。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你要受洗，但是不是说我洗了就完完全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接受洗礼至终是要做什么，是要荣耀神，是不是？是要荣神一人。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嘛，小基督就是要像基督一样嘛，所以你是要去荣耀这个名，所以过往的一切，我们已经讲跟耶稣同死了，同埋葬了，复活了，我是一个新生命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不是活在过去那边当中。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以前你做了什么坏事，做了什么不蒙喜悦的事，最重要的是从受洗之后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才能够荣耀神，荣神，荣耀神，而且是对人有益的。好，以上就是受洗的意义。那什么时候要受洗？谁可以受洗？信而死相信的人他就受洗，圣经里面有很多。那这受洗的一般大部分都是用浸礼，我们就是用浸礼，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就全部泡到水里面这样子。可是那浸礼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他进去的时候就跟神怎么样同死同埋葬，你完全泡在水里，你起来的时候就是跟从一重复活，一个全新的生活开始。但是有些人可能是环境不方便，或者是他个人状况不方便，所以会有点水礼，
会有点水礼，所以我们今天28位，大概前26位我们是用敬礼，后面2位我们会用点水礼，会用点水礼。OK， 好，那我们他们都准备好了，好，我们不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有20位弟兄姐妹，他们不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们愿意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他们愿意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对他们来说。主，愿你真的是大大的赐福在他们身上。今天当他们宣告他们属于你的时候，主，你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福库。主，真的是将你的恩雨降下在他们身上。主，好让他们真的从今以后，主，都能够行在你光中，行在你的恩典里面。主，也从今以后因着你有跟他们同在，让他们凡事都不惧怕，让他们凡事都能够昂首阔步，树立在仇敌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大大的赐福这些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用愉悦的心欢迎他进入我们全真的家庭。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敏，我要问你3个问题，在受洗前。第一，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引领你的一生？是的。第二，你是否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并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你的救主？是的。你是否愿意在众人面前公开你的信仰，接受洗礼，归入基督的身体？愿意。好，你既然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来受施洗。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当他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继续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神。哈利路亚！这个周末就是圣诞周末，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成为奇妙的测试，和平的君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邀请你们可以继续来前面，我们来数算神今年在2018年的恩典，一起来。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再次，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姐妹来前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这边还有很多位置，或是你要看受洗的，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前面观礼。哈利路亚！大家一起开口来唱《主恩典》。
许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涌出如浪潮，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再一次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恩典够我用。
主，主耶稣，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好不好？我要邀请大家，我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想2018年神在你身上成就了什么，一切的恩典。我相信每个人都有高山跟低谷，可是神应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好不好？我们花一分钟，你闭上眼睛，想想看神在你们家成就了什么，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儿女上，甚至在你的婚姻上，甚至在你海外的家人上面，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照顾，没有办法帮助到，可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神要搭救我们，神要施恩给我们。 Jesus， 数算神的恩典，我现在数算神的恩典。 Jesus，你们有想到了，好吧，你们就开口带着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你就大声的祷告出来，让我们一同与你来数算主的恩典。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谢谢你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这样属灵的家。耶稣，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期待2019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更深的爱你，更深进入到你的同在。所以，主啊，今天早上你要将你的同在释放下来。主啊，因为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爸，阿爸，阿爸，赐下你的同在。Jesus，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大家一起来，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当我遇见你，是我眼见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谢谢你，量给我
注视在神的同在里面，耶稣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他行走在我们的大堂，他今天要施恩，甚至要医治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不好？假如你今天有需要的，我想要邀请你举起你的双手，主阿爸，我在这里，阿爸，我在这里，阿爸，我在这里，你的眼目遍察全地，阿爸，我在这里。我需要你，今天早上救恩不光是临到那些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也要临到我们当中在大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凡饥渴慕义的有福了，今天早上他要施恩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所以假如今天在2019年新的一年，你渴望有神迹奇事行走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开口大声的来祷告，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呼求新的恩典，呼求新的恩典，哈利路亚，呼求新的恩典，新的 encounter， 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在工作上有需要的，在身体上有需要的，甚至你的小孩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开口为他来呼求。十个幺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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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幺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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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幺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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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你今天要敞开你的天窗，主啊，你今天要敞开你的天窗。你没有脸，
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谁？哈利路亚！来，我们前面等一下。这是就是上次江牧师介绍那个癌症得到治愈前的姐妹，哈利路亚。叫什么名字 ？Bresley，Bresley， 你要讲一下。感谢主，就是我觉得很 miracle。就是没有 I never expect I have that kind of result. I expect just the past game maybe stable or healing, but no trace of cancer. That was so surprised, and my husband also so surprised. Amen. Yeah. 真的很感谢所有母堂还有月堂 Ken。月月堂那边的同工一起祈求祷告，全部人很爱我，就是神差派很多天使，就是很多朋友教会的朋友帮我，很好，很舒服，很感谢你们，都是米雪瑶。Bernice, Sonia, 百灵，那是高妈妈，全部，嗯，还有，教会的小组，就是有两小家全部的姊妹，全部人，Emma, Nicole, Cherry， 就是我真，也米雪瑶，就是她。教很多姊妹帮我，真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啊 ，Patricia、Carrie， 全部人，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I don't know 有没其他人我没有说，但是我真没关系。感谢神，全部都是神差派他们来帮我，完全医治我。阿门。好，我们再给神一个最荣耀的、最热烈的掌声，开始。哈利路亚！好，谢谢。好。感谢主，这是荣耀的时刻。那接下来我们有简短的影片，就是今天受洗的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他的一个见证的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观赏。我已经决定要受洗。我已经决定下定决心成为神的儿子。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决定我要受洗。跟随主应该是走上一条光明的道。我已经决定一生跟随主。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这一辈子永远永远跟随着耶稣。第一次来是外婆的邀请啊，那时候是抱着只是想来试一下的心态，但是一来了就好像没有离开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走进了我们的教会，我感觉走进教会以后，我就感觉到，哎呀，这教会就像我的家。第一次来教会的感觉就是，哇，怎么这么大，这么多人。我祖母去世的一周不到的时间啊，我女朋友跟我说她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她喜欢了别的男孩子，然后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特别特别的大，整个人的情绪有的时候很难的去控制住。
后来在外边做兼职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弟兄，然后他说你这种情况我带你去教会吧，就来到了牧竹先锋。有一个同事他经常来教会，我看他改变挺大的，就包括性格包括他的其他状况都比较，反正我感觉是往好的方面改变比较大，我就有一种好奇，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哎，他说好啊，然后就跟他第一次过来了。跟小家接触以后，小家人非常热情，小家长都会帮我读经啊，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教给我圣经上的真理这样子。以前在生活上比较无力困惑没有方向，然后接触了基督教以后，感觉生命中有了一个新的 project， 就是来提高我的信仰。然后在困惑无力的时候，我也学会了祷告，就有了力量去面对这些困难。20年前，我就已经跟我们这位神啊擦肩而过，很可惜。但是神，我觉得神啊没有丢下我。最让我感觉到最深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头疼，我以前的头疼是很厉害的。经过罗莎妈妈帮我祷告，我自己也祷告，把身体交给我们这位神，由他来掌管我们的这个身体。好，现在我头痛病基本上是没有了，因为我都快忘记了我有头痛这个毛病。大的小的好的坏的，好的没人和我分享，坏的我没地方倾诉。但是我来了这里以后呢，我就感觉心情非常好，而且有那个比较开心的事好事呢也能和兄弟姐妹们分享，有什么心事呢跟神倾诉，大家都非常真诚。所以说我就想参加受洗，我就是神的孩子。自从认识这个主之后呢，自己心灵上就是有一所改变，有一种期盼，就是神的爱，一个神的就像家大家庭一样，心中就是那种忧伤啊痛苦啊都不再有啊。说实话，之前我对我女朋友的是怀恨在心的。第一次来教会的那天，若瑟妈妈跟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去饶恕，应该去宽容，而不应该去报复。在那个时候，若瑟妈妈帮我祈祷的时候，她说了很多话，让我感觉心里有很多负能量就清出去了。所以那天晚上是我就是这段时间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最大的阻碍在哪里，就是我的脾气。原来是说一句话，真的就是一句话，我就会大发雷霆，我就会说你走吧，你怎么样都 OK， 随便你。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只要我想讲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个声音说算了不要。在主的领土里面，还有在主的呵护下，我得着了兄弟姐妹的爱，我得着了我所在这8年里面没有得到的一种安全感，还有一种不害怕。我总觉得有主在我后面撑着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不害怕。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有主在就等于有我的父亲在。他们见证还很多也很丰富，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再播上来，好不好？让我们现在热烈的掌声再欢迎我们28位今天受洗的新家人来。掌声不要断啊。
好。刚刚应该刚好，怎么会拉出这么长来 ？OK， 好，没有关系，表示我们还会有更多。好，那我们很荣幸，我们就是这是我们新家人，好吧？我们大声在这里欢迎我们的家人，然后我们请我们的那个主任牧师江牧师来颁发受洗证书。来祝福我们，请我们的牧长传上来，好吗？为他们按手，还有小家长，牧长传按小家长，我们上来为他们按手来祝福。最后，我们会请江妈妈、江牧师，我们做最后的祷告。
亲爱的家人，听得见吗？听得见。好，今天早上有一位姊妹告诉我说，她是昨天带了慕道友去到 NPR， 对不对？昨天是 NPR， 去到 NPR， 那个慕道友，他只是一踏进 NPR， 他就开始哭，他就一直哭，还连坐都还没有坐下来，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现在神的同在充满在 NPR， 充满在 Noah Room， 充满在马哈念，充满在这个大堂，而哪里有需要，那个人的心特别脆弱特别敏锐的时候，他就特别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而这一位慕道友，他是两个月前才失去他的孩子，孩子3岁得白血病去世，所以他的心神知道他不容易，所以他一踏进 NPR， 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开始哭，还没有坐下来，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那一天他就决志了。所以亲爱的家人，福音大收割的日子来临了，今天不只是28位受洗在这个地方，大家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亲戚朋友，赶快灵魂大收割，邀请他们来，好容易就遇见神，好容易就可以进入这个爱的怀抱里，进入爱的神的大家庭里面。好，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机会，这样。好，我现在来为他们今天受洗的28位祝福祷告，我们大家都举起手来，我们整个教会带着祝福带着爱来祝福28位在新加入这个爱的大家庭的家人。好，祝福祷告。好，那我们在这边受洗的，你就把你的手打开，把你的手打开，闭起眼睛来领受神要给你的祝福。阿爸父，今天是何等欢喜快乐的日子，天上的天使天君都在庆贺这28位归入你的名下，归入你这个爱的国度，归入你这爱的大家庭里面。父啊，他们不只是从水里上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而且我们现在就为他们祝福祷告，圣灵你亲自来给他们施洗，圣灵与火的洗礼现在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真的认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住在他们里面的神。从这日起，他们成为被你领养，成为你的真儿子，可以活在你的爱中，可以进入你的家，被你栽培建造，享受家的温暖，在你的家中成长成熟。主啊，我们整个教会带着大爱，带着权柄能力来为新家人祝福祷告，你的同在从这日起常常的萦绕他们的全人，四围的环绕他们，前后左右的包围着他们，让他们从一早醒来就醒在你的爱中，一整天活在你的同在你的爱里面，让他们真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见证你的爱你的荣耀，让所有认识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看见他们的改变，看见有神的恩在他们的身上。愿你借着这28位能够带领更多还没有认识你流浪在外的孤儿能够进入你爱的大家庭里面。谢谢主大大的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